號嘅表演者，佢係麥偉林，有請，歡迎。啊，你真係要介紹一下啦，因為你著緊嘅衫同你手上面所攞住嘅樂器都好。我哋俾阿偉林介紹一下先。大家好啊，我叫麥偉林，咁我今日嚟彈吉他嘅，咁一陣間就會知道，好似思怡講咁啊，點解我攞住支西洋嘅樂器會著中式嘅衫嘅咧？咁一陣間就會知道。所以要買個關子先嘅，好，我哋請麥偉林準備一下嚇。現在在台上面這裡有我們第十一位的參賽者，他是麥偉林，以後來會為大家帶來一場樂器的表演。而今天在我們的比賽當中，一共是有十二位的參加者，換句數來說，這一位就去到我們壓軸第二位了，一陣間就會去我們最後一位的表演者，之後在我們的評判手上面計算了總分之後，最高分的三位將會成為我們的冠亞季軍。究竟各位觀眾的心水和我們評判的心水是不是都一樣呢？大家記住留意了吧。以後為大家帶嚟十一号麦伟林嘅呢一个表演，好，我哋试埋个声音先啊！好，喺呢度请大家欣赏我哋以下嘅演出。Thank you.